带回来。他妈的，像你说对他妈妈来了，对，他很激动哎，特别的激动。说起小哥费玉清，那风格也绝对是歌坛独树一帜的，笔挺西装，配合45度仰望星空的姿势，怎么样？这套费氏独创的曲径向天歌唱法，是不是很有范儿？说新颖这个流行的东西，我也不太敢尝试。坦白说，怕这个自己不太适合，衬托不出来之外，反而失去了旧有的观众。大家有的已经看习惯了啊。那么，如果您还没看习惯的话，那要趁早习惯。小哥，您就别谦虚了，这套唱法怎么会让歌迷不习惯呢？绝对是众人竞相模仿的模板啊，有没有？您瞧，咱们的好声音学员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。可能会潜意识的，因为他太深入人心了，他一直是这样演绎这种经典的歌嘛。但是应该不会刻意的那个45度那样。如果真的情感到了，说不定会有那么一两秒。